假如就在这星期瘫在屋企睇电视，定系揾个知己睇套戏？礼拜日去边好？去边好？礼拜日两点半。两点半。记得湾仔道老字道有好歌听，有表演睇，仲有奖抽奖抽奖品，好刺激吸引。来吧，共见证，见证我梦遇想有了突破。让美梦成真，就在这日发生。梦想在此航行，没你们一切没法诞生。让美梦成真，别理会那日发生。总会在我身边，纵有十万样藉口，将想法埋在年月里。梦想是一种坚持，就让点滴积聚，不需犹豫。都可以。